この番組は任天堂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欢迎收看 Nintendo Switch 原子少年运动会。啊，你怎么又回去了？因为当队友才没拿冠军礼物。因为拿冠军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我跟你讲，是啊，只是因为观众人数比较喜欢看。对嘛？我还没有看到那一折在哪里。哪里？我随便看都是。我回去搬给你看啊。OK， 再传给我，再传给我。我觉得你跟盛阳真的要一次就够了。你看游戏也弄不到。我们先报告，目前两队的战绩是3-3。哇塞！这一期的话，我们要比拼的是斯普拉顿三。以人类的状态对地面或墙壁泼洒墨之后，就能变成鱿鱼状态，在涂墨的地方自在的游泳。利用这个超游行特色展开的游戏，就叫做战地对战。由四个人组成一队。在场地中涂下代表队伍颜色的墨汁，涂墨，被涂墨，然后再反涂回去。在3分钟内涂墨面积较多的队伍才能获胜。那实际上这个赛制它是要4-4，所以我跟俊廷会加入各队。对，所以我决定我要加入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怎样？你们又有什么问题啦，白队？是啊，因为冠军可以拿冠军礼物，所以应该是我们去选的。哦，冠军吧，这一栋哎，我们是团体，我们是团体。你们应该表现一下，就是你们吃不了那三个能力。它里面有个模式叫英雄模式，哎，我们去吃饭。对，我们玩玩看，然后让你们去做一个选择。对，选择。不要到时候输了要被怪。哦，没有啦，那虚伪比较强哦，没有啦，具体比较强。哦。各队都有游戏可以懂，然后分开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开始，来，耶！我们就来进入斯普拉顿三的世界喽。OK， 好，创角，创角，可以来选择一下。那我们就选择这个大波浪。然后这个是肤色，肤色，对。我们选择，我们选择，你看他在沙漠，是不是照理说应该会晒黑一点？我们。符合那个地形，我符合地形，这仿佛看到夏普一样，有保护色。哇，好黑哦！看那个很帅，这个吗？左边那个，没有没有，这个哦，感觉可以穿透你的，穿透你的心灵。这个发型，你再往右边还有发型。哇，哎，这个，耶！大家达到共识了，这个可以，好圆呐，这个头，喜欢。啊，还可以。好，我们来个断眉怎么样？断眉，带点造型感。穿搭达人，你觉得他这个造型应该配合什么样的？应该是单车裤，最左边那个。哎，这一件吗？对对对，运动型的。有。哎，那只好可爱。那只叫什么？小鲑鱼。它叫小鲑鱼。小鲑鱼，嗯。哎，跟主人一样，跟主人一样。开始了，跑起来。哦。慢慢的转向你的手法啊！哦，你要对准它，对准小龟。手法是这样。哦，拖鱼。哦，对。按后面这一颗，它就沉下去了。哦。变鱿鱼，变成鱿鱼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很可爱。好可爱哦，顽皮。它变成鱿鱼的时候，它会加速哎。那如果不是在墨汁里面？不是在墨汁里面，就会变得慢，会变得慢。发现什么呢？是武器 ，DR， 就是射击，对准以后，好爽感，好疗愈哦。对啊，会一边射一边下潜。对，哦，它打出来，好，等于说我们可以创造我们自己的一条道路。那他如果墨汁不够的时候怎么办？所以当墨汁不够的时候，你就下潜，他就会冒出来。是不是有些墙壁不能上？很对，防泼漆的，防水的，反正可以穿过去。而且踩到不同的颜色的时候，它会变慢。所以要用自己的颜色盖过去。没错，没错。还有电车哦，还是电车，电车。好
到大城市。哦，到大城市了。他的造型真的好看。对啊，他细到连那个别人家里晒衣服，他们都摸出。对，看招牌也对。对，我刚才看到有人在晒衣服。我刚刚就是为了要告诉你们这个游戏大家怎么玩，我现在不装轻松。哦，这些东西其实我早就都了若指掌。很多新手第一次碰到这个，来陀螺仪，陀螺仪会很不习惯，所以其实他刚开始倒蛮推荐，蛮推荐，可以先按 X。对，然后他就关掉。这边就是可以参与对战的大厅。嗯，对。其实按 X 进去之后，你就会看。其实它有很多快捷键，这里 X 算快捷键。有武器店啊，然后装饰的、服装的。那我们现在玩的英雄模式呢，就是在 X 里面的荒界。哎，我忽然发现我们选这个造型选对了。哎，这个造型有点融入在那个整个情境里面。好，故事开始喽，经过一番的对话。我在怀疑碰到那个会怎样？碰到那个，你没有碰过吗？你看。哦，哎，奇异果，奇异果，奇异果，都要被吃掉，然后你就要重来。哦，好，那我们要决定了。好，就开始吧，无情开始。开始，可能要他们有在移动。现在的所有操作都会影响我们家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给你们看看，你看啊，我是要让你们看看那个走位的感觉，这样吗？烧蛮烧的，大家要。找一下自己的标准，上墙。好，谢谢。有没有？你看，哦，第一个就是榴弹的概念，上对，没错。那左右边那两个也要上下的，上面好像还有气球，那个太高了，我直接把它丢进去。直接把它上去。我要让你们知道一下我的超炸弹，看看。哇！大爆炸！我真的觉得听他们的声音打在那个东西上面那种感觉。所以玩这游戏要小心，不好意思。触发机关，城门开了，城门开了。哎呦，有怪兽哦！那叫章鱼兵。章鱼兵。我觉得你们在玩的时候可以习惯性，就是在自己的前方。哎，他是攻击你。对，打出那个你们自己的道路线。对，你看。神走位，哇！没有，看看他们，哇！直接闪过他的攻击，有没有？应该给你多送到一点哦。我不能表现得太强，知道吗？好，等下没有了解。这样就过关了，有没有？简单吧？我觉得我刚刚示范的不够，我觉得我再玩一局。哎，老头跑来这里，他会顺你。我们的小伙伴有用喽。鲑鱼卵，我们的鲑鱼卵按 R。鲑鱼卵，鲑鱼卵，对准，然后右上，右上这里，这里，哎呦，哇，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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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掉，哦，胃口很大，鲑鱼卵，小鲑鱼，它叫鲑鱼饿了，哦，它这边都有哎，看来在碰到，或者手不错。你还要丢一颗？你还要丢？我应该还要再丢。啊！哦，它上面都会显示说我们刚刚破关右上角得到的那个鲑鱼卵。鲑鱼卵，哎，有东西哎！好疗愈哦！哦，拿到礼物了，装饰品。哦，右边的，你要再丢一点。这里，这里，冷丢。那是你走起来，岩浆，什么东西？它好像那个岩浆那个冷却。哦，新的方法出现了，去，直接下去。哦，直接跑，直接跑。哎，速度。哦，还有洋葱圈呢，各位。记得，它是洋葱圈，游一圈，游一圈，游一个合理。看到没有这种行云如流水的操作？他少吃两颗，各位有看到吗？有没有？我看到，展现给你们，这样跳，哇，差不多。赶路。飞，下去，飞，不要飞过头。飞，不会。吃，
阿林根本知道，没有看到他的球，没有他上不去，他上不去，操作问题，没有，没有，有没有？可以可以，没有，滑起来滑起来，哦，甩尾，秀起来，他忘记吃一个，哎哎，这样这样，我要吃，我要，哦哦，差点飞下去。哦，飞下去是不要重玩。这个要先吃，这个好是，这个就变成，这个就变成要再加速，然后抓那个最后的那个强制的位置。我们刚才说变成鱿鱼会加速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可以，这个真的需要。那个，好像是右边。这边要上去。它闻起来很像蜂蜜吧？好想吃。轻松轻松，那我们就交给旭威啦。这感觉压力比较大，我的操作吓到你了。我本身我是习惯陀螺。哦，哎呦，哎，高手，高端玩家，高端玩家，高端玩家。哇哇哇哇！他明显跟来丢出你的小伙伴。突破突破。哎呦，你要展现出高端的技巧。我已经知道我要选哦。想按按你的头，在左上角。左上角。然后看用基本操作就可以很明显。那你觉得现在谁会是你的首选？觉得看手拿握把的比较硬。哇，这个操作，他只不过滑了两圈，你就觉得他滑下两圈，我直接帅到。哇，高手太惨，人家不演了。看来我，哎，你看他刚才差点掉下去了，就是差点，他没有嘛。看来我等一下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就将就着用，将就着用，我就将就着咬疼，让你扛得住。我看我忍不了，你娘说不能激励我。哎，他有点东西哦。好骚哦！哎哎，其实我蛮佩服他的。哦，哇！他这平常练得很勤哎，因为他用陀螺仪真的玩得很顺手。哇塞！没有，哇塞！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开心哦！哇！太精准了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应该是右哦。上帝会指引我一下道路。帮你关了门，给你上床。丢小鸡的，嗯，丢小鸡的，哦，小鸡。什么小鸡？小鲑鱼，小鲑鱼啊！小鸡，不要乱取名字。什么什么人家？都从海产变成那个变成地方，变成家禽的。是不是可以在那个线上面跳跃？啊！聪明，上去上去。哦，好毒药师，我下去。漂亮，这是在赶时间的。那这关的不难，不需要秀一下。有有有，我觉得你有秀到，刚刚前面除了刚刚在找路的时候，有点乱踩一点，有点乱踩。其实我这样看完，我觉得这就选虚伪了。哇塞哇塞哇塞！所以我现在是被两队遗弃吗？是被抛弃的。哎，欸，那我们这样抢是有点难抢，欸。而且你跟一个游戏黑洞这样子。对，我跟游戏黑洞。我现在游戏黑洞都不像，现在不是黑洞，我现在是评审，我现在评判你们。然后，哇，你们变评审了。对，我们甚至不是主持人，我是评审。不要碰到啊，这边很容易碰到。哦，对对。然后可以往最上面那个。加分加分加分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还没轮到加分，刚才那个走位没有碰到。哇塞哇塞，你们在选，那你们到时候不选我，你们真的会后悔。好，你要记得，你刚第一，我们第一集的，你看他刚刚还没打到，你看刚左边有装备，他忘记拿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来来来来，回头回头，哎，有没有？好，欢迎。你看这什么心态？这什么心态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心啊？这就是接不得加好。对，接不得。也还好嘛，你看随便几下都
都没有打到。哇！哎呀，快给我！哇哦！哇哦！丝滑，超过奶茶是不是啊？连我都想跟你同一队了。哇，漂亮！哇！哇你刚才偶尔是被自己帅到，被自己笑到，少年起身的偶尔，自己越打越上手了。好，哇，完美！哇！我认真讲，虽然他的操作技巧比我好，这我承认，但是他对于这个游戏的理解度没有我高。哦，你看我刚刚的地图，你只在吹毛求疵而已。没有，我只期待你高不高。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选人环节，那我们各自讨论一下，好吗？好，讨论一下，讨论一下，讨论一下。你们对于选人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觉得旭威的技巧好像还不错。哎，我刚才也这样看一眼，刚看他的动作好像都很流畅，自己秀的话蛮厉害的。我觉得有时候技巧不是绝对，可能会胜在一些小巧思上，策略性，在策略上可能会比较大，对，比较大局，他可能会在某一个 moment 突然掌握到一个关键。虚威比较有点单机 solo 那种感觉，对，他可能就是在单纯的操作会很厉害。很难选，那所以很难选，真的很难选。其实我自己已经私心有一个人选，但是我们可以稍微再讨论一下。对，我觉得可以再想一下，因为像俊廷是我们平常练习团练的时候一起玩，可能会比较有默契。对，然后可以一起讨论战术。对对对。但刚刚旭威是第一次看到他操作，对，有吓到。我有吓到，所以现在高玩其实还是很难选的、啊，我觉得。对，旭威看刚刚那个操作的话，他感觉秒人比较快，然后帮他补强其他位置，他是辅助的感觉，我是辅助，他刺客。对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那我们再大家再想一下。好的，那么旭威俊廷就请跟我组队位置，请跟我组队吧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告白了，好。等一下我需要你来填满我。哇！填满了，哇！填满了，填满我的黑洞。满了。我的怎么填这么？哇！电竞选手都来。喂！我知道你生病，我也生病，那我们一起负负得正吧。哇！哇！所以说恶心了。那我们就伸手吧。一起来吗？请跟我组队吧。阿东。耶！太神奇了！哦。你看，你就是被唾弃的那一个。好啊，没关系啊，他都排挤我。再一次，我们再一次，再一次。请跟我组队吧。啊！他经过的荣耀，荣耀。好了，哎，来吧，俊廷，来求我，求我。没有，你好，三个，快穿上去，赶快穿上去，哇，赶快穿上去，突破前桥。好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被穿上去。你们会后悔的。现在我们都已经分好队了，那下周呢就会开始进行两队的斯普拉顿三对抗赛。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本节目由 Nintendo 赞助播出。
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赞加订阅，也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。我们会在本次企划播完后，从留言区抽出8位粉丝朋友，送出我们身上穿的专属签名外套哦。